书评上，桃园结义的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兄弟，在迎战董卓大将吕布时，体现了盖世英雄的豪迈气。在以下惊险刺激的战争场面中，有可能有您将看到燕人张飞手持长矛的英姿。 刘备挥舞双斧见的威武，武艺超群的吕布更是威风凛凛。他与刘备挥舞双斧剑的威武，武艺超群的吕布更是威风凛凛。他与刘备挥舞双斧剑的威武，武艺超群的吕布更是威风凛凛。演出中担任主要角色的范，都是参加过80次级电视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拍摄的特技演员，个个身怀绝技。他们真刀实枪的为大家演绎这段惊心动魄的场景。另外，我们演出中的媒体骏马也都是参加电视剧实拍训练有素的战马。在这里，您将欣赏到非常精彩的马术特技表演，三英战吕布这个节目一定会给您增添无穷的乐趣，留下难忘的印象。 西羌侯渤海太守，汉朝名相之后裔袁绍，河内郡太守王荒。 山阳太守袁宇，东郡太守乔瑁，北海太守董荣。 北平太守公孙瓒，上党太守张扬，徐州刺史陶谦。 及河内名将方悦，张扬部将吕顺，孔融部将武安国。 国家之尊，虐流百姓，凡我同盟。